神呢就是我们爱心的源头，所以这个的福音盛会当中呢，我们希望主的爱呢是临到香港，遍布每一个角落。我希望这些水呼吁弟兄姊妹呢努力的一起来到将这个好信息消息来到去传开去，让大家一起为福音同心合意更加的努力。多谢大家。